肖战的成功与他自身坚定的信念有何关联？看完这些让你豁然明朗。众所周知，肖战作为一名正能量偶像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不管是素养还是人品，都称得上是最顶尖的。这一点我们从所有与他合作过的人，又或是所有与他接触的人们哪里也得到了无数次的认证。而从出道至今，肖战的经历也绝对称得上是无法复制，从爆红后的不骄不躁，到与粉丝们之间一直以来的双向奔赴，再到遭遇坎坷时的坚韧不拔以及勇于挑战，都让我们看到了肖战身上有一股独特的魅力。当然，或许有很多人不了解肖战这股独特的魅力到底是哪里来的，而这其实也很好回答，那就是肖战自身那无比坚定的信念。这份信念的最佳体现就是肖战的语录了。从语录中，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肖战是对于人生、对于前行的道路都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，而这份理解在让肖战保持初心不断前行的同时，也可以说是带给了无数人们力量，让大家明白坎坷并不可怕，只要有着坚定的信念就一定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另外，除了对人生、对前行的道路有着深刻的理解外，肖战的惊人成就还来源于他对粉丝们的那份诺言。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，我一定会努力成为那个，当别人问到喜欢的人是谁时，你们可以骄傲地说，是肖战啊。为了让所有粉丝们都能感受到骄傲，肖战这些年可以说也是一直都在不断的努力，不管是从荧屏上走出，依然踏上难度超高的话剧舞台，用3年时间完成了72场演出，还是站上国际舞台让全球瞩目，肖战所绽放出的光芒真的是无比耀眼的。由此可见，肖战是一位说到就会做到的偶像。而肖战在带给粉丝们骄傲的同时，他与粉丝们之间的双向奔赴同样是在语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。特别是当他看到粉丝们希望他好好照顾自己后，他也会暖心地回答，希望所有粉丝们都一样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不得不说，肖战的回应真的是让人无比温暖。诚然，肖战的这些语录其中蕴含的意义绝对称得上是非常巨大的，因为这除了见证肖战始终坚定向前的信念外，也充满了励志，不仅带给了无数人们力量，也带给了无数人们温暖。所以笑小家也是特意将这些语录转成了透明小卡片，希望肖战散发出的力量与温暖能传递到每一个喜爱他的人身边，尤其是在不开心或者是遇到坎坷的时候，拿出来看一看，相信一定会给你注入更多的温暖与力量。肖战。